見到你嗰樣啊，啲蒸汽咧蒸曬個眼鏡度咧，嗰時真係好估唔到咯，冇諗過喊好冷血嘅，真係。聽講羅力威啲 fans 好犀利。最勁係點樣？禮物啊，禮物一般你嘅即係用品啦。即是女性用品啊，还有一个车牌啊，跟住车牌啊，所以其实很多嘢都有，系其实真系即系前世做咗啲咩好，做啲咩好事，有咗家庭之后，系啊，你就好难有呢个，系咪嚟紧有家庭啦咩？唔系啊，即系咁讲，嚟紧都需要啦，系嘛，都差唔多年纪啦。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许愿吗？青春难静，心里有热情，这里有共鸣，在座都有人聆听，微风吹，引得你更熟。清醒，你越要更大声，我呼应。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这是阳光点的歌，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以后危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至少你跟我。世界复杂都不敢细数，海网络地图不见有命途，照顾好礼仪谈吐，微风吹没几句，我知道怕我老几岁便无力这么疯，痛着笑，笑着哭，都苍老。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这是阳光点的歌，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记得最初，大城埋没我的死线，得你输了你已躲，也因此我呐喊，不敢怠慢，岁月无多。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唱着无拘束的歌，唱着无修饰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要是危险这么多，要是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简单过，至少你跟我。阳光点的歌，吴业坤、罗力威。
歡迎坤哥同埋劉力威，系兩位都是唱歌比賽入行咧，咁今晚咧觀眾就一定以睹為印啊！冇錯啦，係啦，因為咧兩位亦都係呢個星光大道同埋呢個超級巨星嘅代表者啊！冇錯，多謝多謝，係啦，坤哥啊，即係。眨眼啊！我哋幾年啊？係我哋好多回憶啊！好多回憶，但係你的回憶不是我的喎，係都不是啊，羅力威的。冇錯，係啊，即係阿威威又係即係星光大道啦。即係其實大家諗起星光大道就係諗起羅力威，諗起之呢個超級巨星咧，就係、是、我成日想講超級巨星。超級唔係你講慣咗啦嘛？係啦，翻到轉頭。如果想當年你冇參加比賽咧、你估你而家今時今日做緊咩㗎啦？我都可能會鑽研下音樂嘅，係都會嘗試可能。作下曲類累積一啲作品，可能周圍 send 嚟 send 去，等個機會，可能都會 keep 住咁做，一路咁樣做落去，跟住就希望有自己嘅作品即係流傳，都係音樂嘅，都係音樂方面嘅。坤哥咧，我就真係咧冇諗過做歌手，原來我係天生食呢行飯嘅，天生係啊，仲要力捧我想當年，唔係，我係比賽咗之後先。即係想做歌手，先有嗰種感覺。咁點解你會嗰陣時係會想參加超級巨星咧？嗰時其實咧，我參加超級巨星之餘，都有參加亞洲嘅星光大道。係啊係啊，第參加第二屆，我見到哇羅力威咁紅喎，屌啦！係咩？係啊，即係去參加，跟住第二屆我就係排喺亞視門口咧大埔嗰陣時咧，咁啊排隊啦，排完入去唱咗我自己數住啊，唱咗廿秒，跟住俾人叮走咗啦。哇！真係㗎？喺門口唱㗎？入去嘅門口排隊入去嘅。單兒真係。佢話喺門口企咗廿秒。啱啱講緊星光大道超巨星啦，即係譬如同埋而家呢一個年代啦，即係譬如佢有全民造星一啦，全民造星二啦，全民造星三啦，嚟緊又話第四啦喎，即係個熱潮。咁犀利，你覺得而家即係個比賽同你哋以前個比賽有啲咩唔同咧？個分別喺邊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都唔同就唔同在我都唔，你覺得咧？我始終我想講咧，其實呢個咧，你當你嚟咗我哋個廳，我哋喺個廳度，我哋係冇 program， 我哋啲嘢好簡陋，係啦。如果你真係話，其實屌冇乜分別嘅咋，其實你都可以講冇乜分別係啦。其實我覺得唔同就唔同在咧，以前都仲係一個喺唱歌入行呢件事都仲係保守嘅年代。係啊。當時參加比賽咧，你都仲會驚，可能屋企人啊、親戚啊見到你啊，你會唔知點樣，係啦，有一種呢種感覺。係。跟住慢慢出到街，好似人哋望到你，跟住你會覺得怕醜啊，唔好意思啊，唔知點啊，做咩而家咩事啊？係。但係而家係一個好開放嘅年代，個個人都慣咗，好似自己已經係一個公眾人物。係。依個係一個最大嘅唔同，係一個即係由內向變咗而家係大家都外向。我覺得而家同當年最大分別咧，而家有網絡，網絡加埋電視嘅威力咧。以前就淨係電視啊嘛，但係睇完就好難有個交流啊。咁而家大家就其實可能上咗第一集之後就可能譬如 IG 啊，就好多人 follow 啊，你基本就變咗一個公眾人物咯。嗰陣時都仲要透過電視台，你要可能成功有名次先至開始叫做係入行。係啦，咁而家就作為即係大家參賽者，好似已經入咗行咁啦，因為大家已經網路同埋電視台同步曝光。同嗰陣時啲參賽者仲有冇聯絡嘅？啊，都總會有嘅，總會有。係啊，但係就唔係全部咯。咁啊，因為始終大家都各自做緊自己嘢啊。坤哥咧，我就其實叫做大家入各散東西啦，但係一樣一樣啦。咁大家有時候不過見到面就。有嗰種窩心嘅感覺，大家經歷過一啲嘢，即係好似我同你咁，當年都係嘅，你喺後面咁樣 support 我。而家好搞笑，而家即係就係譬如我哋喺度睇翻坤哥咧，其實即係我哋翻去2010年，即係我仲記得你啱啱入嚟嗰陣時咧，即係。嗰時仲好純真，而家都係，但係即係佢真係入到嚟，即係但係咧，老師，呢度點樣㗎？係啊，點入㗎？點你搞入㗎？係啦，跟住我哋大家以為佢好純真、好純情，你唔係話佢點知去到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決賽嘅時候，有一個環節咧，呢條粉腸咧，佢邀請咗周秀娜上嚟嗰時節目組咧。你知道我嚟，我嚟擺我上台啊嘛！果然係天生食煙行飯。佢果然係天生。佢有冇問阿娜姐啲問題啊？都冇影咗相咁啦。
我就好多誤打誤撞，就突然間有好多嘢出現到咯。係係係。咁嗰同埋嗰時你成日都喺度玩我咯。係咪你記得我玩你啲咩嗰陣時？即係你話喂僆仔，即係嗰啲。哇！點我一死僆仔嗰啲咧，佢係咁樣，佢即係嚇，因為佢個 look 都幾。我想當年啦，幾punk噶嘛，壞人 look。但係嗰陣時係真係咧，原來玩一個比賽咧，即係唔好話啲參賽者啊，其實台前幕後咧，亦都會產出一個感情噶，因為大家喺度陪住，大家喺度跑噶。即係你覺唔覺得？譬如我哋，就算你咁多年冇見咧，即係啱啱你今日入嚟嘅時候咧，你都仲我都仲係喂。坤哥，喂，好耐冇見喎，即係你唔會即刻因為你變咗坤哥，即係皮紅咗好多，而我哋會有個隔膜咯。嗱，我唔知你啦，但我就冇嘅，係啊。你係超級鼓手嚟㗎，而家。唔好咁講啦。你問下 KB 頭先行上去上面啲途人。佢都係咁樣望翻，佢都其實 IG 多過多 likes 過我哋。梗係唔會啦，梗唔係啦，係啊。likes， 因為我哋多 nice 啫，係啦。我哋多 nice 係啦。咁咁樣啦，不如我哋唱歌啦。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出现彼此脆弱的时分，不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并吞，你不在让我继续摇摆，你却不在，我只能带上独白的难挨，你不在高兴还是悲哀，你都不在，我受了伤再偷偷好起来，等你不在，不在，时间在按下许多次快门，沉默里听见转动的秒针，一个人吃饭这个凌晨，孤单一人份，你低声说你有别人，我的话筒只有自己的体温，怎样认真也不一定成真，你说的对我不得不承认，在当我最需要爱，你却不在，我只能带上独白的难挨，哦哦哦，你不在高兴还是悲哀，你都不在，我受了伤在痛好起来，但你不在，那些摇摆我都明白，都明白，但你不在，爱已不在，不在，你不在，但我继续摇摆，你却不在，一个人放肆两招的恋爱，哦哦哦，你不在，有心还是悲哀，你都不在，哦，像空气般不存在的存在，但我需要你。I need you。
但我需要你的爱与你。哇！佢好似咧認真到好似參加比賽咁。佢由星光大道到而家咧個比賽模係冇停過嘅。吳宇坤，可唔可以俾啲評語啊？羅力威，羅力威咧個樣要差少少嘅，冇乜笑容啊。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谢谢。好，咁接下落嚟呢只歌咧，叫做《流泪的歌》啦。咁我今晚拣呢只歌咧，其实因为佢有记录一啲自己一路参加歌唱比赛到依家一啲嘅心情。咁啊，自己亦都係寫嘅歌詞咧，都希望透過今日咧可以唱俾大家聽。或許一天將唱不出。过去是否存在过？多少声音不再播？如
果你记得我，进过你心窝，唱过这首歌。或许不开心比开心多，大概也算值得曾活过。歌中的一些细碎，藏于你我心里，如长流细水，错过也可追。有谁曾想过我，不伤心怎写流泪的歌？有谁曾可听过，我一个唱歌多么渺小的我？那挥之不去，但已经减退，让潮汐带走，不要麻木赞许。有谁来拥抱我，擦过后眼泪还剩几多？有谁能知答案，感激你记得当初至少经过。纵使这路途得你欣赏我，让时日流过分秒提示我不枉。或许不开心比开心多，我大概也算值得曾活过。歌中的一些细碎，藏于你我心里，如长流细水，错过也可追。过去吧，吧过去，最痛逐渐会退，最美静待这里。有谁曾想过我，不伤心怎舍流泪的歌？有谁曾可听过，我一个唱歌多么渺小的我？那挥之不去，但已经减退，让潮汐带走，不要麻木赞许。有谁来拥抱我，擦过后眼泪还剩几多？有谁能知答案，感激你记得当初至少经过。纵使这路途得你欣赏我，让时日流过分秒提示我。我記得嘅坤哥咧，即係超級巨星嘅時候，即係都仲係小朋友，但係而家係即係聽翻你嗰隻參賽歌曲咧，係哇成熟咗啊把聲，即係所以我覺得今日咧，我哋 music panel 即係請到兩位嚟咧，係我哋嘅榮幸嚟。哇哇，多謝多謝大家邀請，都未見過，多謝丹姐，真係我哋講嘢咁。系咪啊？咁認真，梗係啦。好驚我而家，唔使驚，唔使驚。其實爆緊神啊！好驚，其實好驚而家。嗱，我哋翻翻2010年啦，好嘛？即係阿坤哥啊，即係嗰陣時你譬如啱啱做呢個超級巨星嘅時候，其實你好快咧已經彈起咗啦。唔好話唔係，嗱嗰陣時由一個真係素人變成一位偶像啦，即係 TVB 好多人舉牌喺門口等你啦。個心情或者你個感覺，你有冇少少
飄飄然咧嗰陣時？咁當然有啦。係有冇囂、這個？有冇囂到啊？有冇囂嘅？你見住我噶嘛？我見住你係冇嘅冇嘅，仲俾你兇到噶嘛？嗰時候係好驚嘅，即係嗰下都唔知邊句真邊句假。咁但係嗰下即係會有少少嗰啲叫做虛榮感啊，始終都會有嘅，始終都會有。咁但係就。都好彩，俾啲掌聲坤哥啊，係啊，真係佢真係型喎，即係好多人都話，有啲人會話冇啊冇啊，嗰時我同而家都冇乜分別，屌含啦，你明我講咩？唔係你唔知啫嘛，你而家睇回想翻睇翻咧，原來係點都有啲啲嘅，我覺得點都有啲嘅，但我好似冇，唔係嗰種唔係驕傲，嗰種係覺得哇，咦幾正喎呢種感覺。坤哥，坤哥。即係會有咁感覺。而家啲 Mirror fans 咧，好中意買禮物啊！你嗰啲 fans 嗰時聽講羅力威啲 fans 好犀利喎，威威啲 fans 都勁嘅，好勁係好。最勁係點樣？咩禮物啊？禮物啊，禮物一般你嘅即係用品啦，你即係女性用品啊，即係一般佢好照顧到你。其實有啲衞生啲嘅用品，基本上你諗到嘅買嘅整嘅食嘅。都收過曬㗎，仲有一個車牌啊嘛，跟住買個車牌啊，所以其實好多嘢都有，係其實真係即係前世做咗啲咩好，做啲咩好事，係啦，即係得到咁幸福嘅，哦，即係一個經歷咯。即係好嘅，即係我覺得，譬如 at least 你都做到今時今刻，你都好 appreciate 呢件事嘅，係咪先？係啊，但係我自己頭先，譬如頭先講開話，你話有冇飄飄然嗰啲，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反而唔係喺呢方面有覺得啲咩唔同。但我會覺得個人咧開始個脾氣或者個性格咧會有少少短暫咗，短咪個脾氣有少少差咗，係咪啊？點解咧？我想知道，我哋傾下呢一個 topic 啊。因為可能你平時生活上冇遇到咁多壓力，嗯，係。咁我回想翻有啲咩壓力咧？話俾觀眾聽係。咁做歌手就有壓力噶啦，係即係可能有壓力對人對同事。咁你可能有你一日嘅日程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嘢，跟住啲嘢會出錯，或者有啲唔如你心意，跟住可能趕急時間，趕一啲 deadline 或者趕搭交通，跟住塞車，跟住總之所有嘅嘢會令到你其實係形成咗你原來唔知依啲係壓力嚟嘅。咁我開始慢慢我會覺得其實好似啲脾氣大咗啊。即係你當時已經知道定係？我當時知㗎啦，我如果是很 aware 咁樣，如果是搭的士的話咧，嗱，譬如你而家當你上的士啦，我係司機啊，硬係要兜路噶嘛。去邊啊？喂，你搭第二架啦，排咗好耐啊。唔係，咁我都體諒佢，佢唔過海咪過海咯。我都，不過個例子係，咁你個皮都仲係好好喎，俾我嘅話咧就已經。咩啊？系咯，爆佢啦！有冇一次你个脾气差咗而影响到工作或者一啲同事或者朋友嘅关系咧？一定有好几次影响到工作。可能喺台上边，你嗰日其实唔系话好 ready 要做一个见人嘅一个态度，或者你嗰阵时都仲系可能系。是在屋企的態度，但是上了台咁咯。係，咁你屋企態度，誒攞個嘢嚟飲下雪櫃。跟住佢可能你會以為隔離個 MC tag 你，佢係知道曬你做咩，你唱咩歌，跟住只 MMO 係咩？跟佢咁，你會覺得佢問你一條問題係，好啦，咁你係咪帶咗只歌嚟？呢只歌係咪你自己寫㗎？係。咁我就會覺得，喂，咁我帶咗只歌嚟，你唔係知，咁呢只歌係我寫，你唔係知，咁類似啲乜嘢啦？咁哇，好驚搞到而家，好驚，我哋同佢打字好驚嘅而家。死啦！但係你當時就訪問過佢，佢就唔係出聲咁，我就好開心。而家直情係咁不停講嘢啊！呢個問題，咁自己知梗係自己知啦。咁自己行過試過唔同嘅嘢，咁你自己知道咪會。而家唔好，而家唔會咁。大個仔咧，而家係啊。喂，坤哥，想問一下你啊，即係你，唔係一陣問埋威威就係、是、譬如嗱嗰陣時啦，好多 fans 即係譬如會真係會等你啊。哦。係啦，咁有冇即係有冇一啲 fans 做咗嘅嘢而你覺得係可能真係啊？哇，唔得，佢今次真係過咗火啊！佢哋做乜都得，我覺得唔想佢哋浪費時間嘅。係。即係時候佢哋可能喺即係好好嘅，就等我哋即係知道我哋今日有通告。係。咁咪可能喺電視城等到由朝頭早等到夜晚，我就。不是那麼希望他們做這件事的，即是我寧願他們
嚟聽我嘅演唱會啊，或者買我嘅 CD 啊，咁我就其實幾好滿足嘅。CD 好 old school 呢個字，係咩？冇人講咯。我仲有出咗幾隻嘅都係。即係咯，我覺得用行動去支持咯。咁有冇一次係過咗火？即係譬如你睇到可能係騷擾到佢哋拍攝，有冇一次你覺得哇喂，你唔好再咁樣咯喎！你哋即係喂，你唔係跟我翻屋企啊嘛？即係有冇一次咁嘅例子咧？我就未去到好爆嘅，咩係有時候唔知點解去完旅行咧，佢哋可以知道我幾多點飛機咁喺度等，即係但係有時候就係嗰啲狀態唔在狀態啊嘛，其實好攰啊，好攰啊，真係我真係想直接翻屋企咁，但你嚟到我又冇理由即刻走開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你要招呼埋嘅，梗係要啦，即係係啦，大家因為你錫佢哋都，因為佢錫我，我錫佢，咁但係就可以避免呢啲錫嘅情況出現，係啊咁樣樣咯，我覺得大家真係。我努力緊我嘅表演，咁你去支持我表演嘅時候，我覺得已經好滿足噶啦。多謝你哋，好好啊，好好啊。威威咧有冇一？我都同樣，我都係驚佢哋辛苦嘥多咗時間。即係我都希望佢哋唔好等太耐，或者佢哋出嚟嘅時候要拎你好多塊牌啊。係啊，好攰啊。即係啲牌越做越大，跟住一個拎唔到，要兩個拎，跟住兩個拎，要全部拎住啲牌。跟住我試過同佢哋講，你哋出嚟。唔好再舉牌啦！係，唔好再舉牌。舉手啦！但係舉手之勞啊！但係我咁樣其實又唔得嘅喎，我咁樣俾人嘅感覺就好串咯。啊！因為哇，人哋同你舉牌，你都叫人唔好舉，你係咪有咁講？嗰陣時我哋練歌房前面咧，又成日都會有啲 fans 即係坐曬地下下樓梯，即係嗰啲好污糟嘅地方啦。咁啊，見有啲歌手要佢哋。你哋唔好喺度，即係成日發曬脾氣嘅咁啊！咁我人哋都係中意佢啊，即係人哋都係。即係追，即係想見到你啫咁，佢買 CD 咯咁啊，即係咁，即係會好猛嘅。我知會有啲歌手，即係見到佢哋污糟邋遢，好心痛嘅，因為辛苦啊嘛。佢哋之前開個音樂會咧，跟住夜晚開始賣到第二朝咁噶嘛。我會覺得我啲飛應該第日買，隔咗一陣應該都買到啩，唔使由搭醒十二點凌晨開始排掛喺條街度。咁啊，真係佢哋真係好愛你咁樣喺度排到第一開就買。咁就。即係幫你買曬啲演唱會飛咁啦，但係就要排。愛多啲嘅，即係關心。係心痛，心痛，真係心痛。唔係覺得佢哋有啲乜嘢，係覺得，唉，你中意我，咁我冇理由令到你受苦嘅反應。係。咁同埋嗰陣時，即係 TVB 堆填區入邊嚟嘅。係。嗰時夏天，而家唔係咩？而家好啲，而家好啲。而家變咗樓盤啊嘛。係啊。啲人住緊係綠油油住宅區，級住宅。係。以前係好臭嘅出邊。我自己出到去都要即係閉氣咁樣，但係即係佢哋都會等咁，我都即係都即係多謝佢哋有呢段日子俾我。多謝。咁不如咁樣啦，即係為咗即係感激佢哋咧，不如咧唱下歌仔俾佢哋聽啦，好嘛？冇問題。係啊。人生雨点虚拟花白只等遗憾青苔天台上车外雨了花台我脸变白白我人生雨点虚拟花白只等遗憾青苔天台上车外雨了花台我等你来一身楼里白透明着尘埃你无暇的爱
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凝视现在。芙蓉水面采，真心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用一生，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今生何来，珍惜难猜。用一生去等待。那这首歌呢，就是威威的歌来的，咁係你揀俾我嘅《星光》嗯，之後睇翻歌詞，我諗我哋嘅經歷啊，同埋呢十幾年嘅路都好相似，所以呢個歌我都有共鳴，咁我會努力唱俾你聽。呢個送俾你唱，多謝。谁会听这首歌，用三分钟点播作消磨，做三分钟主角，跌碰也不过，赢得掌声了么？曾说过要疯魔，聚光灯某日迁徙，放弃这地方，常记挂那当初，曾被你喜欢过，明亮如星光。让你摸，闹市很璀璨，人潮忘掉我，不需许可，我唱着我的歌，白日梦做过几多，哪怕你笑我艳放，台上无边星光，能容下我吗？用我一生银河当中闪耀过，漆黑里有谁聆听我，浮云无常变得最傻，常过错至坎坷，用双手擦掉难阻，我要怕什么？为志向去奔波，谁可看不起我？明亮如星光，能燃亮你
璀璨，人潮忘掉我，不需许可，我唱着我的歌，白日梦做过几多，哪怕你笑我眼眶，台上无边星光，能容下我么？用我一生银河当中闪耀过，漆黑里有谁聆听我？浮云无常变得最傻，闹市中挣扎彷徨都未忘，可否去记住我的歌，再救一盏这掌声，谁人都可取替我，未怕天苍茫，朦胧的远方，极暗之中仍然不息的发光，感激那年离弃我，浮云无常也不沮丧。哇，好感动啊！好听，真系噶，真系噶。我依然麻木对抗，总对得
来他不够爱我，沉迷错也非他的错，成全他也落得开心，也没有亏欠那么多，原来他只报答我，才唯有再三欺骗我，谁最后与他快乐满足，会是那一聽講你早排咧去咗個 working holiday 喎，係啊 ，working holiday without working， 多耐ぐらい住んでました？どれぐらいや？喂，講講廣東話喂，聽唔明啊？五個月左右，喂，佢溝緊我頭先。喂，咁你繼續慢慢溝通下先，你繼續嗱，唔緊要，我同阿 Jackie 傾下偈先。我日本語大部覚えた？話せる話せるは話せるね。頑張ります。上手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哋調情完啦，係嘛？調情完啦，係咪？喂，係咯，即係啱啱個單元問完你啦。咁其實喂，有啲咩驅使你即係無啦啦真係擺低曬所有工作？即係你知啦，即係歌手或者 artist 嚟講，工作好緊要。冇嘢撈啊！我唔係講真，真係㗎。疫情啊嘛，都好多演出機會少好多，係啊係，同埋好多真係擺曬上網做啊嘛，而家好多嘢都咁，所以啊，橫掂個人唔喺香港都可能有啲工作都做到嘅時候，不如。飛咗過去先啦，冇理咁多嘢。係，有冇諗過自己係即係去到即係呢一個年紀，或者去到某個位，你會真係肯抌低所有嘢咁樣飛咗去日本？其實我諗係最後一次啦，我諗即係最後一次有咁嘅機會抌低一啲嘢。我知道，我相信威威好明白，即係我聽好多朋友講有咗家庭之後。係啊。你就好難有呢個，你都有家庭啦，家庭啦咩？唔係啊，即係咁講，嚟緊都需要啦，係嘛？都差唔多年紀啦，應該係。咁去完嗰個 trip 有冇啲乜嘢袋到落袋度啊？袋到落袋哇，好多啦，即係都真係好多。你個 working holiday 本來諗住做咩工作？我諗住真係去雜事多俾你嗰啲，或者去嗰啲咩温泉啊？唔係要知道咩工作先去得嘅咩？唔使㗎，唔使㗎，即係做乜都得嘅。衰嘢都得嘅，又唔得嘅，你唔可以做牛郎嗰啲咯。牛哦，咁有冇啲咩趣事？有冇啲即係突發事件，譬如俾人打劫，有冇啲咩可以 share 下咧？去咗一個 trip， 自己幾有即係一世都記住係行，即係由京都行咗去東京。係啊，我有睇嗰件事。係啊，咁就原來即係嗰段獨處嘅時間咧，真係可以令到自己諗好多嘢。你真係自己一個去？我真係自己。係啊，你係咪自己煮飯？係係啊，自己學識咗煮飯咯，同埋即係未冇諗過，即係嗰時掛住香港啲嘢食啊嘛，跟住就上網睇下啲茶餐廳食譜咧，真係整到出嚟。係咪超市見到嗰啲豬肉咧？以前咧寫住豚肉噶嘛，我真係以為海豚肉，好多日本人咁中意食海豚肉嘅。佢有鯨魚肉添。鯨魚肉。但係真係好平喎！嗰啲六點之後嗰啲超市咧，買嗰啲蝦刺身啊，真係即係一百幾 yen， 係啊，五隻好大條咁，你好好食嘅喎。我非常之 respect， 估唔到即係吳業坤啊，即係會擺低所有工作咁樣好奢侈，好即係好不羈咁樣去離開，幾大膽嘅。有冇識到朋友啊？都有識咗，其實好多朋友，我有空手道嘛，跟住我同一班僆仔學咯，真係好矮我諗半個人嗰啲咧，咁但係嗰啲老師係一啲叔叔嚟嘅，咁就結同一班叔叔有一班友誼咧，有友誼出現咗咯。哦，好得意啊！即係你行出嗰一步，你先知道會遇到啲乜嘢。咁你使唔使翻譯㗎？即係定話？大家估下，冇咪扮聽得明啦。有時真係聽唔明嘅話，就好似而家羅力威咁樣，好似有拍拍。唔係我好好演技啊！係啊，唔係一路聽緊，幻想緊自己會唔會咁做咧？不如你講下，你會唔會夠膽咁大膽咁樣做？我應該唔會。係，我自己未必會好似阿坤哥咁樣自己一個出走去旅行。嗯嗯，我想有盤嘅。唔緊要啊，不如唔好諗咯，不如。一路唱一路唱出嚟啦，好嘛？聽下坤哥唱呢只，好啊。係咪喺途中寫嘅話？係啊，特登喺途中寫。咁啊，見到 James 丁，你大家都應該哦，係。跟住佢又肯幫我整個整喎，幫我，所以好開心。正正，唱出嚟啦。好。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累，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路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哟，好好切磋，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丢失我。遇到数百张脸，曾陪伴过与一刻化见，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遍，要继续踏着步，哪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路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演大哟，很多句歌，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丢失我。我哋啱啱听完坤哥唱嗰只关于日本嘅歌，不如真系听翻只日文歌咧。威威，系咪你唱啊？系啊，我同坤哥一齐唱 Misha 嘅呢只歌。咁啊，中文叫做《而家想见你》，应该哦，俾你见到啦。再见你一次啊！咁啊 ，Misha 都系一个我一直都系好中意嘅女歌手。系咁啊，佢好多歌我都觉得好好听嘅，即系 Everything。系 Everything， 哇！系咁啊，呢只都系其中一只我自己好中意嘅珍藏。咁啊，好开心坤哥去。話揀呢只歌嘅時候，因為唔多機會可以咁樣唱，唱日文歌。你知唔知歌詞講咩㗎？都係而家想見你啦，係嘛？好想見，即係好想見啊！好想見啊！想見有一種 I miss you。初めて出会った日のこと覚えてますか？過ぎゆく日の思い出を忘れずにいて、あなたが見つめた全てを感じていたくて、空を見上げた今はそこで私を見守っているの、教えて。今愛
苦さもあるねして悲しくてどこにいるの抱きしめてよ私はここにいるよずっと運命が変えられなくても伝えたい呢一隻歌叫做《旅行娃娃》啦，咁啊，我自己對於旅行嚟講咧，我中意即係有另一半一齊去旅行，一齊去睇一啲事物，一齊去經歷嘢。咁無論邊個真係要分開，邊個要去都好咧，咁啊，我都會話即係好掛住啊，即係好想快啲大家相聚翻一齊，可以見翻面嘅咁樣樣。咁所以呢只歌就有少少係。我等你啊，或者你等我啊，或者我期待你翻嚟嘅呢个感觉嘅旅行娃娃。你向你未知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吉。我约定都不叱咤，你看严冬坚铁塔，冒着浪找帕慕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自己想法，期待假。再与你折返，到发过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小色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同时要别低气压。为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快话，哦，一切谈。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
替你去照亮世界。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我答你，总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所不，确保你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不破近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讲下 人生啊！哇，呢个好大嘅议题嚟噶。做咗爸爸，身份唔同晒啦。其实就多咗一个屋企，就多咗一个小生命啦。嗯。咁呢个小生命，佢需要你嗰度好多嘅时间同埋心机去照顾同埋睇住啦。咁你为咗佢都要计划好多嘢，安排好多嘢啦。某程度上，其实你要改变晒你嘅生活，所有嘢都系佢行先啦。咁啊，你從前白住唔交租。從前你自己為自己嘅安排嘅時間啊，預自己嘅嘢啊，瞓覺啊，幾點起身，幾點做嘢啊。咁佢話事。就而家係佢話事啦。係。即係總之，佢突然之間要你，咁你就你所有嘅嘢計劃都係冇曬咯。咁坤哥，我想問下你啦，即係你都係前我早爸爸啊。係你早爸爸，喂，講嚟聽下。無懈啊！佢啲你肯定好鬼重嗰啲小朋友啲嚟㗎啦。其實反而我想佢。即係早啲學識一啲道理嘅，反而我就可能會惡啲嘅時候。哦，係啊，即係無懈，你都想佢學啲道理。唔係，如果佢講嘅詞庫咧，就係無懈咧，真係就真係好重佢哋咯。即係以前即係會。有時買行街買嘢咧，即係諗自己想中意啲咩。大家行街咧啊，見到哇呢個玩具，係啦，所以啊買啲嘢俾佢好冇咧，啊訂啲咩俾佢好咧，即係有呢種愛出現咗。你覺得你自己似唔似會想做爸爸嗰啲人啊？我會想嘅，但係個時間就要諗啊。你咧？真係好坦白講，係冇諗住係，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尤其是今時今日，即係譬如阿威威咁樣咧，亦都即係啱啱聽佢頭先講咧，犧牲咗好多。咁即係都明嘅，有好多人會話。你生咗嘅話咧，你就會去改變啦。哇，係好開心嘅，有個小生命啊入到嚟，跟住你會係啦，得㗎啦，你到時自然咧就會自己改㗎啦。但係對唔住啊，我唔想有嗰個改變住啊。但係某程度上，其實依個係一個人生嘅階段。你有時意想不到嘅好多嘢，雖然你頭先話有啲即係嗰啲生活嘅變化，可能令到你即係忙啲啊，或者唔係咁如意，或者啲計劃點，但係。有很多不同的好事發生的、哦、即可能一個小生命的誕生可能令到你不同的家族和睦、哦、是即本來婆的這個都是一種其中的婆媳糾紛婆媳糾紛那些啦直接說啦即可能一個生命它連出來的線可能是個影響那個好的影響可能是多和大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哦、它可能連了你所有的線原來這一個小生命呢就令到你所有其他嘢都 perfect 咗，咁你平時嗰啲可能哦時間啊嗰啲嘢就變咗，睇下你點樣取捨。咁你有咩寄望佢第時大個做咩？寄望佢就係做一個幸福、快樂、開心、健康。係，我就想答嗰啲佢話。希望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希望佢自己係一個識諗嘅人。嗯。即係一個負責任、善良嘅人。咁啊。
就夠啦。喂，咁樣唔好講咁多爸爸嘢住，我見阿坤哥咧悶死啦。喂，講下音樂啊，好唔好啊？唔係，我都唔中意音樂嘅。都未講貓，中意女女嘅嗰啲。咁講下你貓啊。我都認同嗰個生命啦，即係我冇咩種族啦，即係本身屋企都好少傾偈啊，好少係有個 group 噶嘛，屋企人應該係啊，好少講嘢。咁但係有咗貓之後咧，就不斷每一日啊，只貓做緊咩啊 ？send 啲相出嚟啊，跟住大家都你主子嚟。係啊係啊，即係變咗有個中心咯，屋企多翻個中心，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即多一個生命，其實真係會影響好多。係，譬如即小動物咧，亦都係會改變即老人家嘅諗法，即係佢哋以前可能未必好中意嘅，但係一有嘅話。是不是啊？是啊，他之前說不要養啦。我媽也是啊。一同他一起睡覺啊，死不死啊？翻翻嚟唱歌咁樣咧，咁兩位咧，即係譬如都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歌啊，亦都做了很多即係唔同嘅 style 或者 collaboration 啊，有冇啲乜嘢突破咧？係諗住想即係衝破嘅咧？嚟緊有冇啲咩 project？ 我自己反而想做翻一啲，即以前咧做歌咧就諗一定要。hit 啊，一定要中啊，一定要上到榜啊 ，number one 啊！而家就以前嗰玩法咁樣啦。係啊，而家就覺得不如做一隻自己舒服嘅音樂咯，真係我覺得咁咯，係啊。哦 ，OK， 威威咧，我就好偏向旋律為主啦。即係一隻歌，我唔一定要有歌詞，或者一定要用個口唱出嚟。係係係。咁啊，我自己不嬲都係中意純音樂底嘅。咁即係可能嚟緊出一隻碟，為咗突破自己就係純音樂，冇唱歌噶啦，冇vocal 噶啦，齋純音樂。因為其實我平時彈琴多過唱歌嘅。哦，係啊。係啊，咁啊，我將自己啲歌咧，就算佢未唱之前，都係彈出嚟噶嘛。咁我自己彈出嚟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好似即係好似都幾好聽咁樣。咁啊，可能都往。即係可能希望都可以創作多啲好聽嘅旋律啊，擺喺啲唔同嘅情景咯，冇所謂。咁以下首歌係咪你個心聲啊？年度之歌，其實每個歌手都應該會，譬如流淚的歌或者星光咁啦。其實我自己嗰種心態就係、是，即係其實我消失咗冇所謂嘅，都想話俾你哋聽，留過落嚟咧，你哋又曾經支持過我咧，其實就夠。即係好多，就是啲 message。你唔會消失㗎，我成日會喺街撞到你㗎。即係我甚至乎，我覺得消失咗係一件正路嘅事啦。即係人，我就頭先你話，即係你哋唔使成日 expect 我哋點點點回饋你哋，或者點樣。你而家喺我哋心目中，你亦都仲係羅力威，仲係你有排玩啦。係啊，但係有排行啊！你唔好諗咁多啊！你。但係我隨時會消失㗎嘛。你唔會隨時消失係啦。我膽固醇過高，我哋食支煙先，我哋先食支煙先。我唔知下一秒點噶。我想相信威威都有呢種感受，即係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叫做自己嘅高峰啦。咁但係始終你冇可能永遠 keep 住喺嗰個位置，即係。我就好深感受咯，即係多謝你拿翻我哋翻嚟，好多即係咩花無百日紅呢件事實，即係。由一開始攞獎之後都不斷提醒自己，唔係就會好難去走得出係咪？但係你記唔記得你嗰樣嘅啲精氣咧，精曬喺個眼鏡度咧？嗰時真係好估唔到咯，就係冇諗過下午冷血嘅喎，真係啊！咁你覺得其實係好事定壞事？即係譬如好似你兩位咁樣一出道就已經即係非常之受歡迎啊，仲即係我最喜愛男歌手啊，開埋紅館演唱會。你覺得嗰啲事情喺嗰度，即係你覺得係咁早發生好，定係應該係遲啲發生咧？你覺得有好有冇好唔好啊？我覺得發生到就好咯，因為你冇得去預計佢嘛。喂，今年唔開住，等我三年之後先。但三年之後可能就即係疫情咁樣，冇得開咁點算？所以活在當下咯。好啊，我哋坤哥都大个仔啦，不如唱歌啦。好啊，唱俾你听。曾经攀上的天梯。曾经拥抱的身体，曾经在乎一切，被突然摧毁，刹那比沙更细。
良夜美景没原因出了轨，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还是百载未逢的美丽，得到过又出世，也有一种智慧。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歌，给你最愉快的消磨，流行是一首窝心的歌。突然间说过就过，谁曾是你这一首歌，你记不清楚，我看着地离座，真高兴给你爱护过，根本你不欠我什么。曾经拥有的春季，曾经走过的谷底，人生是场轻梯，不高也不低，不输气势。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播，给你最愉快的消磨，流行是一首窝心的歌，突然间说过就过，谁曾是你这一首歌，你记不清楚，我看着你离座，真高兴给你爱护过，根本你不欠我什么。谁曾是你这一首歌，你记不清楚，我看着你离座，很高兴因你灿烂过，高峰过总会有下坡，回忆装满的抽屉，时光积累的光辉，人生艳如花卉，但限时美丽，一览始终无谓。回望昨天剧场心不见底，还是有几幕曾好好发挥，还愿我懂下台的美艺，鞠躬了就退位，起码得到敬礼。谁又妄想一曲一世，让人忠心到底？我惊你，我爱你，我憎你，我爱你，避开你，我爱你，全是六极化比，太高兴，太是悲，是我听了亦很生气，反复得的确没道理，这分钟有了你，下分钟怕了你，就算讲最爱你，其实与那个比，那一个类似你，愿你相信我这心理，真心得不免像做戏，成熟后便会改，谁人又令我改，不爱人尊重爱，爱我就像错过山车看海，虔诚地多想，仍然为何叫分手，听新闻听出意愤，总是无谐的接吻，还请忍耐我，两个我随时又远又亲，身份得一个从未够分，以纯情才易分手，用无情才算分手，你知得多么欲求，前面是慈悲众生，还请体谅我，两个我无论再斗再争，思想虽分裂能被抱紧，全身都认真。爱你，我喜欢那个你，害怕他一次你
谁愿意作对比？要争气，要放弃，乱了分寸又哪知你？真心不想再代薄你。成熟后便会改，谁拥有你恶改？博爱人尊重爱，爱我就像坐过山车看海，虔诚地多想。请忍耐我，两个我随时又远又亲，身份得一个从未够分，用纯情才易分手，用无情才算分手。你知得多么欲求，前面是慈悲众生，请体谅我，两个我无论再斗再争，思想虽分裂但被抱紧，又还是同样终生。的留守，能否看穿我？我爱你，从始作俑发生。只想你偷听，毫无疑问，情人们全是相知。其实是在我心，圣洁的只管动手。是你是下想众生，能否体谅我？懒你我何时别有用心？在你手，全身都认真。喂，喺度要多謝坤哥同埋威威啊！多謝 ，thank you。我想希望你哋咧，即係繼續咧，即係為香港呢個樂壇繼續出分出翻一分力啦，同埋咧繼續推動呢個廣東歌啦，同埋威威，嗯，唔好咁快消失啊！嗯，係啊，唔係都希望啦，係咪啊？好啊，希望我哋下次可以再見你哋啦，希望可以即係我哋揾日喺將軍澳飲個茶啦。好，堆填區，好，要喺嗰度啊！今晚嘅 band 好正，多謝多謝。英嘅古仔啊，仲未講啊，仲要多謝我哋今晚樂手啦。係啦，我哋有 Andrew 彈吉他，同埋有 Jackie 彈 bass 嘅。咁我哋下集 Music Panda 再見啦。冇錯啦，係啦，同埋記住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再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今晚我哋咁鐘鐘係啦，有新片會通知你噶。拜拜。拜拜。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